怎么不说？你肚皮上都是毛。那你雄性激素很茂盛啊。好，没事啊，用那个就是用烫水烫一下就好了。用烫水烫一下就好了，皮就没有了。用烫水烫一下就行了。见笑了，见笑了，我叫猫来找我玩了。很大一只，很大一只，给我们看一下，很大一只。看一下我的宝贝猫，宝贝猫，小老虎啊，小老虎，猪。
小小布偶嘛，小小布偶的话就这么大一只，像狗一样，真的是狗，真的像狗一样，你们知道吧？当初看布偶就是因为我想养狗，但是我又不想遛狗，但是人家说布偶像狗，人家说布偶像狗，所以我就养布偶了。哎呀，超管怎么回事啊？哎呦呦呦，妈呀！超管出去玩吗？没让他出去过。那我就差不多下播了。超管提醒我两次了，怕扣分，我只有五分了。加了只有五分了，兄弟们，我走了。这几天好严啊。我走了，兄弟们，我走了。现在早点休息。现在早点休息啊，好吧。睡了吗？还没睡呢。你们早点休息啊。他确实挺社恐的。燕子，早点休息啊，然后我们明天见。我主要是这几天就是没给大家整活，因为我分数没有了。没什么分数，所以也不能做一些节目啊什么的。好吧，那你们早点休息。好吧，只能在穿搭上用点心了啊，只能在穿搭上用点心。只能在穿搭上用点心了。大家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晚安啊，早点休息。我没有站起来。早点休息啊，早点休息。快点来跟姐姐一起睡觉了。姐姐的床等着你啊，快点。跟姐姐一起睡觉哦，那我下播了，晚安，小宝贝，晚安，晚安。